我那个。你能不能给一个抖音？他周日中直接跳车的，我操！他直接跳车的，我看你第一个，我说第一个。我们那车的人，他不是要先驾吗？驾入吗？驾一下，他直接轰轰轰，然后就坐上来了，吓一跳。我他妈再也不要坐第一个了。他全快掉下来，真的，我真的快掉下去了，然后他就在冲冲冲，然后冲我一阵，然后我脚还给他护，我说我护你，我真的快笑死。因为努力的哈，然后还要给他换，也给他换，给他换，他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已经这样子，mọi người cứ bảo em xem hai phần một đi, đã thì nó đấy, đó.Тоника, дался, идем сюда.